大学假期啱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呢度系大韩假期旅游行程推介。本期我哋大韩将为大家推出线路团号系 DH21766， 只需499，豪泰五星级标准百叶酒店自助餐，全港独家品尝稻香点心宴，全港独家参观稻香各类生产基地、饮食文化博物馆，参观迷你白景，两天为食常玩团，依家一齐睇睇啦！参观稻香饮食文化博物馆，从不同的角度介绍各个饮食文化，透过类比场景、文字说明以及不同时代、不同地区所用的煮食用具、容器、餐具和香料食材等展品，令大家亲身领略各个独有的饮食文化和特色，体验人类饮食文化的睿智和趣味，还看埋 3D 稻香发展历程。稻香港式点心宴，各种菜式吃起来香浓可口，松软嫩滑，色泽鲜明。东莞百叶国际酒店独具一格的酒店中庭设计，让你进入大堂后豁然开朗，宽敞明亮的大堂，利用科学自然采光系统及智能化的灯光温控系统，令你舒心惬意。酒店拥有400多间温馨舒适的超级客房，为宾客提供了最为超值的享受。50平方米精心设计的雅致客房，窗台设计使得空间明亮宽敞，格调典雅，精致的室内空间融合了东方的韵律及西方时尚，每一处细节皆出住名家之手，备有豪华的浴室、雨淋式的沐浴间，在这里尽享舒适惬意。选用名牌床垫和100%纯棉的床上用品，带给你前所未有的舒适睡眠。酒店里面琳琅满目的瓷器艺术品，古今中外的各式迷你相机，精雕细琢的明清风格的红木家私，古典雅致的茶庄为酒店增添了一个浓郁的艺术气息和魅力，带给你独特的艺术享受。亚热带风格的空中花园和室外园林泳池，为旅游休闲的你营造了一个舒适的环境。在宽大明亮的西餐厅，还有酒店丰富自助晚餐等处理，任食乳猪前底、海花螺、三文鱼、濑尿虾、诱人的甜品、新鲜的生果、可口的热菜等，将为你的晚餐时间带你完美的品尝。499丰富线路将带你食够玩够不一般的五星级酒店体验，大家快点来报名啦！电话6284499 2，你最可以登录www.6284499 2.com 查看更多旅行团，或者关注大韩微信享最新资讯，安装大韩假期 APP， 随时随地报名出发。